第一次带小姐姐吃西餐，结果这不是西餐吗？是披萨、面条、巴比特，我刀叉都给你备好了。第二把是谁？可以。哎呦我的妈！五分钟后，啊真香。呵呵，他拎着我的鞋子就这么走。和他在一起，我开心极了。他好像看到了什么人。你刚才拽我出来干嘛呀？没事，请你吃个饭。哟，这是躲着我呢。妹妹交了这么帅的男朋友，也不跟姐姐说一声。小哥哥，你看姐姐怎么样？啊，姐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喂，你算什么东西？不识抬举。这卡里的钱，你花一辈子，滚！我太难了。不必了。大肥，大肥，喂，你什么都别说，酒店找我，我想见你。我现在慌了一匹。我来就是为了把鞋还你。不用啊，我又买了一双。我姐今天说的话你别在意，我从小就见过了。啊，没事没事，那啥没啥事我就先走了。哎，我姐已经把事告诉我爸妈了，我今晚回不去了。于是我们 First blood double kill KO。 怎么感觉他不开心？难道是我的芈月不够帅吗？ 2000 years 三点了，我有点困，要不啊，明白了明白，那个好好休息啊，我先走了，不打扰你了。